我的梦想，作者史铁生。也许是因为人缺了什么就更喜欢什么吧。我的两条腿一动不能动，却是个体育迷。我不光喜欢看足球、篮球以及各种球类比赛，也喜欢看田径、游泳、拳击、滑冰、滑雪、自行车和汽车比赛。总之，我是个全能体育迷。当然，都是从电视里看的。体育场馆门前都有很高的台阶，我上不去。如果这一天电视里有精彩的体育节目，好了，我早晨一睁眼就觉得像过节一般。一天当中，无论干什么，心里都想着他，一分一秒都过得愉快。有时我也害怕很多重大比赛集中在一天或几天，譬如刚刚闭幕的奥运会。那样我会把其他要紧的事都耽误掉。其实我是第二喜欢足球，第三喜欢文学，第一喜欢田径。我能说出所有田径项目的世界纪录是多少，是由谁保持的，保持的时间长还是短。譬如说，男子跳远纪录是由比蒙保持的，20年了还没有人能破。不过这事不大公平，比蒙是在地处高原的墨西哥城跳出这8米90的，而刘易斯在平原跳出的8米72，事实上比前者还要伟大，但却不能算世界纪录。这些记录是我顺便记住的。田径运动的魅力不在于记录，人反正是干不过上帝，但人的力量、意志和优美却能从那奔跑与跳跃中得以充分展现，这才是他的魅力所在。他比任何舞蹈都好看，任何舞蹈跟他比起来都显得娇柔造作，甚至故弄玄虚。也许是我见过的舞蹈太少了，而你看刘易斯或者摩西跑起来，你就会觉得他们是从人的原始中跑来，跑向无休止的人的未来，全身如风似水般滚动的肌肤就是最自然的舞蹈和最自由的歌。我最喜欢并且羡慕的人就是刘易斯。他身高1米88，肩宽腿长，像一头黑色的猎豹，随便一跑就是10秒以内，随便一跳就在8米开外。而且在最重要的比赛中，他的动作也是那么舒展清洁，富于韵律，绝不像流行歌星们的唱歌，唱到最后总让人怀疑这到底是要干什么。不怕读者诸君笑话，我常暗自祈祷上苍，倘若人真能有来世，我不要求别的，只要求有刘易斯那样一副身体就好。我还设想，那时的人又会普遍比现在高了，因此，我至少要有1米9以上的身材。那时的百米速度也会普遍比现在快，所以我不能只跑9秒90。
做小说的人多是白日梦患者。好在这白日梦并不令我沮丧，我是因为现实的这个史铁生太令人沮丧，才想出这法子来给他宽慰与向往。我对刘易斯的喜爱和崇拜与日俱增，相信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我想若是有什么办法能使我变成他，我肯定不惜一切代价。如果我来世能有那样一个健美的躯体，今生这一身残病的折磨也就得了足够的报偿。奥运会上，约翰逊战胜刘易斯的那个中午，我难过极了，心里别别扭扭，别别扭扭的，一直到晚上，夜里也没睡好觉。眼前老翻腾着中午的场面，所有的人都在向约翰逊欢呼，所有的旗帜和鲜花都向约翰逊挥舞，浪潮般的记者们簇拥着约翰逊走出比赛场，而刘易斯被冷落在一旁。刘易斯当时那茫然若失的目光，就像个可怜的孩子，让我一阵阵心疼。一连几天我都闷闷不乐，总想着刘易斯此刻会怎样痛苦，不愿意再看电视里重播那个中午的比赛，不愿意听别人谈论这件事，甚至替刘易斯嫉妒着约翰逊。我心里找很多理由向自己说明还是刘易斯最棒，自然这全无济于事。我竟然比刘易斯还败得惨，还迷失得深重，这岂不是怪事吗？在外人看来，这岂不是发精神病吗？我慢慢去想其中的原因，是因为一个美的偶像被打碎了吗？如果仅仅是这样，我完全可以惋惜一阵，再去树立起约翰逊吗？约翰逊的雄姿并不比刘易斯逊色，是因为我这个人太恋旧，骨子里太保守了吗？可是我非常明白，后来者居上是最应该庆祝的事，或者是刘易斯没跑好让我遗憾，可是9秒92是他最好的成绩，到底为什么呢？最后我知道了，我看见了所谓最幸福的人的不幸。刘易斯那茫然的目光使我的最幸福的定义动摇了，继而粉碎了。上帝从来不对任何人施舍最幸福这三个字，他在所有人欲望前面设下永恒的距离，公平地给每一个人以局限。如果不能在超越自我局限的无尽路途上去理解幸福，那么史铁生的不能跑与刘易斯的不能跑得更快就完全等同，都是沮丧与痛苦的根源。假若刘易斯不能懂得这些事，我相信在前述那个中午，他一定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。在百米决赛后的第二天，刘易斯在跳远决赛中跳出了8米72，他是个好样的，看来
他懂得。他知道奥林匹克斯山上的神火为何而燃烧，那不是为了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战败，而是为了有机会向诸神炫耀人类的不屈，命定的局限尽可永在，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。我不敢说刘易斯就是这样，但我希望刘易斯是这样。我一往情深地喜爱并崇拜这样的一个刘易斯。这样，我的白日梦就需要重新设计一番了。至少，我不再愿意用我领悟到的这一切，仅仅去换一个健美的躯体，去换1.9米以上的身高和9.79秒乃至9.69秒的速度。原因很简单，我不想在来世的某一个中午成为最不幸的人。即使人可以跑出9.59米，也仍然意味着局限。我希望既有一个健美的躯体，又有一个了悟人生意义的灵魂。我希望二者兼得，但是前者可以期望上帝的恩赐，后者却必须在千难万苦中靠自己去获取。我的白日梦到底应该怎样设计呢？千万不要说，倘若二者不可兼得，你要哪一个呢？不要这样说，因为人活着必要有一个最美的梦想。后来得知，约翰逊跑出了9.79秒，是因为服了兴奋剂。对此，我们该说什么呢？我在报纸上见了这样一条消息，他的牙买加故乡的人们说，约翰逊什么时候愿意回来，我们都会欢迎他。不管他做错了什么事，他都是牙买加的儿子。这几句话让我感动至深。难道我们不该对灵魂有了残疾的人，比对肢体有了残疾的人，给予更多的同情和爱吗？